妈妈，你很让我们感动哎！你儿子开店，然后你就这样，欸、应该嘛，对吧？对啊，家己的囝爱听啦。我弟弟推荐嘛都来嘞，对啊，来帮忙。对啊，他女儿啊，下课，儿子下课都来嘞，来帮忙。对，我就等于把他家里五个人都借给我。啊，我们家四个人。对啊。九个人，部长，那我再加码讲一件事情、欸。爸爸的招牌店现在变他的面店嘛，对不对？欸、我们那一天来，同事去厕所，他爸爸在后面挑菜，他爸爸在后面挑菜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全家出动、欸！其实看了有点感动，感动感动。我们今天来到这里是基隆的七堵百福社区，然后这是报名店家，它是开在百福社区里面的一间面店，是年轻人在创业，全家人一起，妈、哦、妈也聊了一起，哎，这位道三刚，全部都一起帮忙这样。哎，对对对对对。哦，然后我们当时来吃完要离开店的时候，不夸张，七个伙伴一家人同时给我们行注目礼，谢谢光临，谢谢谢谢。感觉是有点像去到日本料理店。哎，对，有那种感觉，就大家一喊这样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你就觉得奇怪，我只是吃个面，又不是救了全世界。对对对对，有那种感觉。我觉得态度很不错，餐点也欠人家推荐。好 ，OK OK。这是刚刚的老板，是啊，你老婆，你们结婚多久了？老婆啊，这个舅妈。哈哈哈！哎哎，鼓掌，舅妈很漂亮。对啊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哎，舅妈感觉口音。我是会计。哦，新住民，妈妈，你很让我们感动哎！你儿子开店，然后你就这样，欸、应该嘛，对吧？对啊，家己的囝爱听啦，我弟弟推荐嘛都来嘞，对啊，来帮忙。对啊，他女儿啊，下课，儿子下课都来嘞，来帮忙。对，我就等于把他家里五个人都借给我啊，我们家四个人，对啊，九个人，你为什么一个面店可以请这么多人？不用钱的啊，对啊，都不用钱，不用钱，对。所以没有拿薪水，有吃饭啊，吃饭不用钱啊，打工换食，换食，对。那你不要讲的那么合情合理好不好？有点让人家不爽。我们全家啊，都很好，是哦，很和乐相处。对呀、啊，然后这个房子也是舅舅的嘞，哦，也是舅舅的，所以房租不用钱吗？要，一天而已的。一天，刚开始前半年还没收。对呀、啊。这为什么这家人这么挺他嘞？哎，又不是拿薪水，我想得到的只有笨而已啊！真的真的，舅舅是你弟弟还是？我弟弟、啊，你弟弟？嗯，无，阮全家大家拢足好，阮兄弟姐妹大家足好。都很好呢，真的。无伫开后边，唔是安尼在讲哦。哎呀，后边在讲讲哦，阮咧做济吼，厝租嘛不爱予人啦，啊，阮规家伙啊，搁落去斗相共。你弟弟唔是这种人。就刚刚那个押韵。这家店本来是我爸的招牌店。哦，扛棒在做扛棒，扛棒扛棒扛棒。这个行业一直在没落，我爸也有年纪了，啊，所以我会觉得，那就干脆把店里收起来，我来开店，让他来帮忙。至少他有个工作可以做。那你好像在施舍你爸哦。是担心他。哦。最大原因是有一次我爸出去工作，他在外面的铁皮屋的二楼，然后装招牌，他好像没有踩稳，然后他就摔下来。哎呦，又怎样啊？啊，还好。还好。对啊，他觉得还好。你看起来你在笑呢。你哪想来？你在笑？枕边人，你都无无迄落。有啊，都无要紧啊。这边无要紧啊，那摔到迄、那、落、個。啊，你枕到尾咯？无要紧去啊，没关系啊。安尼是无劲，是无要紧。安尼是无劲。安尼就是无劲。哎，呸呸呸！鼓掌，你要带妈妈手敲一下。呸呸呸啊！哎哎呸！不会啦，无劲无劲，无要紧啦。妈妈很开朗，哎、欸，然后嘞，然后掉下来之后，他也一直觉得他没事，因为他看起来没有什么外伤。做检查才发现有点脑震荡，然后有点脑出血，所以才留在医院观察。哦，那现在有影响到吗？或是那时候记忆有退化还是什么？基本上没有什么影响，但是你跟他提起那一天的事情，他是完全都不记得。所以后来爸爸招牌店就等于是直接收起来，可是那个行业爸爸已经做很久了吧？所以他现在基本上都是做老客人，就是我爸等于收到后面去，在后面做。嗯，我本来是跟我爸说，我帮你再找一个新的地方，我帮你换小一点，像工作室那样。可是后来也太忙了，我也没去帮他找。后来我就跟我爸说，那不然你来店里帮忙好了。哦，那你真的不孝。全家人早进来做就算了，还欺骗爸爸，有点像是拐他，让他准备退休了。哦、啊，不然如果跟他说，我们干脆不要开，怎么收起来？我相信他也不会想。哎、欸，他拐他爸爸退休，下一步就是爸爸的存款了哦。
琳琅爱珠仪哦。哎，姑丈，那我再加码讲一件事情。爸爸的招牌店现在变他的面店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那一天来，同事去厕所，他爸爸在后面挑菜。他爸爸在后面挑菜，对不对？对。哇，全家出动，其实看了有点感动，感动感动，因为反正招牌生意也不好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也是没落了。现在有的盖新的房子，那个招牌都做好了。哦，这建设公司在帮你设计好，都是同一个规格的、嗯、哦。没有像以前做很大。啊，恁就爱去包迄种的啊。较侪位啊变啦。没有，但是这个小孩有友好无友好，其实问妈妈就知啊。有啦，真乖。对。啊，佮伊有心讲要开面啊，咱就是爱支持伊。伊佮有这个手艺。对啊。对吼、哦。对啊。因为我觉得在这个地区，可能我们店的东西，这个地区一定吃不到。意思是说，对他自己的东西很有信心，他觉得他的东西很独特，在百福社区没有像我们一样的面店。真的啊，真的啊、哦，你今麦跟他出去走路拢有风，那个感觉。嘿，我咧卖面筋，嘿，吃面筋，吃面筋，拍死。温刀开的啦，要放弃那个念头。甚至到前天，我跟我女朋友两个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也跟她说我不想煮饭。哦，就是我一直都有想要放弃的念头。那、啊、可是每次想要要放弃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开那个口，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哦，我大家咧拼死拼命，大工咧甲你斗三工，只要你话一声讲不要开了，啊，你讲总笑诶，会安尼啊，会感觉。所以我都还没有让他知道我有这个念头。啊，没，今天知道了。哦，那今天知道了。两公钱无是要开啊！啊你啊你即马你听到你就讲出来了，大家都知道，没有卖叫伊开啊，对啊，你好好鼓励他一下，叫伊卖放弃啦。没啦，当然啦，卖放弃做落去是爱做。你看伊讲唔是我，我有要做，是伊。你看伊做认真咧做代志。哎，对对对，你看伊嘿，你看伊。袂啊，咱做就是爱一定爱做，爱有诶信心，做生意本来爱慢慢来。哎，无可能。卖去看我，看伊，看伊。你还是卖一支包，我都袂开。哈哈哈！哈哈！哈哈！爱决心啦，爱慢慢做啦，无可能一声开，生意大家拢一定接好个，代志无可能顺顺利利，一定坎坎坷坷啦，啊坎坎坷坷，咱慢慢来，好啦，要加油，不要放弃了，我们都帮你，哦。你很有福气，真的，不是讲家己底下呢，苦苦啊，戆戆啊做这样。对啦。大家都很聽你的。對啊，我們從進來房到現在一直在講你，你是不是真的會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？很不好意思。有一點嘛，對不對？下巴越來越低了。欸，對，跟剛進來的時候有差，剛進來的時候一直用下巴看我們，有沒有？沒有啦，沒有啦。我們只是也希望，也謝謝你透過你的故事提醒著觀眾朋友們，你不管在做任何事情，你真的不要忘記身邊這些一直在挺你的家人跟好朋友們。